店穿装海参，老客人，就别告诉他们我开店出来。开发你在家是吧？没有在海边，像海边哪个公园？啊，我没细说。那边，那他熟的面。四号。对。四号礼拜一。四号礼拜一不抓行吧？是吧？没抓行的。OK。对了。这正好考试，我还在想着。这样他就往后推一天了，礼拜二、礼拜三。